如果没影视，不要啊！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买一下那个弹药好了，以防万一。柳丁枪啊，不知道。好，先存档。倒是这火焰发射器超多的，可是没什么用啊，可能要打掉一个弹夹才干掉一只怪物。而且一个弹夹只有50发，还记得我们之前第一代啊，一个弹夹125耶。啊，小怪少。Yes， 好像来到这个石村号啊，基本上一出来就直接大怪物了，没有再给你用小怪物。好像是如此啊。好，1200。啊，肥肥小朋友。哦，刚刚那一下子突然冲出超多只的。充电。充能时间缩短10秒。20秒。重型线性枪，我看一下，要说持续时间是什么？这会缩短副攻击模式的计时啊 ，very good。可是我完全不想要。哎，看一下哦，七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，刚刚好哎。哇，伤害爆表！改满就可以烧，改满就可以烧。哦，对，小怪。不过那时候因为我放那个冷冻啊，然后所以用踩的，可是没有持之以恒的踩。喂，哪个东西而已？你也要这样吗？飙过来，飙过来！太美妙了。没错，真的真的，相亲相爱。太亮，你给我到地上。哎，看一下，刚刚那边有一只怪物啊，往上爬了，所以我最好要注意一下。反正现在血量够多，应该不至于被干掉。就是这土坛怪。哦，后面有怪物，不要、啊！又来啊！太美丽了，又来了，不是吧？好，我决定用这招炼具。到时候我刚刚跟那一大堆怪物相亲相爱，哼！喂！
为什么我老是要立一些旗？为什么又趴掉了？先补血再说。啊，太美妙了。我决定先走这里。来吧。哎呦，小怪直接没了。哦，小怪直接没了。哦，真棒真棒真棒。先回去存档，我可不想要再重来一次。腿那个一个弹药都很贵。我看一下最近的存档。哎，储存点。哦，要回去，别了，别了，别了！我决定继续下去，打了这几次应该可以了。我们要相信未来。来烧烧烧烧烧！哎，等一下，肥肥没有掉那个 money， 也太扯！哦，有有有有有！啊，好，太好了，总算搞定这几只。再来！睡得还不够啊！哦，又是这个罐头龙。哦，我就知道。哦，我就听到声音啦、啊！真的会放陷阱哦，耶、！我真心觉得这个制作团队应该加进去那个恶灵古堡团队才对。这里面变成超经典。超精简大作，哦，搞定。
先躲起来，先躲起来。蓝商没办法定过来，一代的时候是这样啦，二代就不知道了。不过他现在有多一个模式，直接射那个整个蓝烧瓶过去，像刚刚那个就是。不过冷却时间很长，要马上再换一个弹夹，剩下十二发，太美妙了，我们完全要看那靠那个蓝烧弹了。啊，拜托，来个存档的吧。哦耶！千呼万唤使出来，美丽又是无重力，这是我最爱的那个关卡，太棒了！喜欢到我快要骂脏话了。本身枪根本就不太够用，刚刚是从这边吼，这边不知道怎么样。哦，我想到了，我第一个游戏一代啊，他这个要跟着他跑，不跟着他跑一定会完蛋，会被他撞死。啊，美丽。哔哔哔哔哔！看起来好像不太行。没关系，硬插上去就对了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总之先给它塞满满。啊，很好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然后他竟然，他。Ellie, the damn cooling core is extended and pieces are everywhere. Really? It won't work unless all the cooling tubes are connected. Yeah, I see the two paths on the. 放心，等一下一定会有怪物出现。You better hurry. The GovSec is getting further away by the minute. I know. I'm going as fast as I can. Look, I'll contact you when I'm done.好，启动。
我还依稀记得当时一代我被那个给整死，我就直接过去，然后就直接变肉酱。哦，搞定，这一张应该差不多了。哦，又来，又是你！哎，等一下，发生什么事？拼实力上升，又不是像福音战士的污染一样。哦 ，very good， 又来一次。这次一定有怪物哦！看到看到，都在那边呢。我心智侵蚀欲。哦呦！哦，原来是这些小怪哦，那还好。哦，我来一大只！才在讲说都小只的还 OK， 马上就来大只了。我讲这，他是来送温暖的啊。可恶！哎呀，要重来一次了，太棒了！我决定用那个火焰发射器。然后等那个大只的，我再用那个步枪；小只用火焰发射器就可以了。首先，第一次是这边出现。哎，是这边哦。你看，完全搞定啊！哦，我太小看他了，太小看他了。哦，就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就不相信，我就不相信过不了。我刚忘记换武器了。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如果能像那个灌屠龙一样啊，就是先逃出去，然后再存档
再回来就好了。可是这边不行，他就直接在消毒室。狙击枪打王用的啦。QT。差点，差点！哦，不是吧？不，补血，补血，补血！哦，撑过去了，撑过去了，撑过去了。我记得我有把一只丢到外面，好像是这里啊，不见了。哦，搞定。对，火焰发射器子弹多，然后消耗也快啊。对群体的来说很不错啦，可是对 BOSS 那种就不行了，应该不太行吧，我没试过欸。好吧，那反正接下来就是用火焰发射器啊。Yes, he is. You can't see him because you haven't taken the steps, Strauss. You want me to put down the screwdriver? 反正我基本上都用附魔式。啊，我突然想到了，我不应该增加这个伤害，花费5000。好，提升那个附魔式就好了。完全 OK。现在四发，一发、两发、三发、四发、五发，五个。哦，这样可以省了一些，留四个出来。好，接下来就附魔式攻击。啊，附魔式攻击只有一 PT， 不是吧？怎么这么惨？先用那个弹药量好了。一二三四。1.9。好，这样好多了，5000块就这样飞掉了。我看一下我们现在 money 剩多少，哎、欸，还有1万、欸，还不错啦。总之，先离开这边，怎么都不要去管，先离开就对了。连补品都没有了。哦，还好我反应快。哦，好啦，算送温暖的。他送了我一个补品。送温暖给我欸。
就这样，他被卡住了，然后你看他一直在抖动、抽动。我们应该用这个武器，现在这一把，你看他这个利刃多么的大，遇到怪物直接一发搞定就好了。哦，还在那边抖动。我故意把它用在电梯门的，很有趣啊。好，先看一下商店。啊，捕手，步枪子弹吗？先买一下。1234，1234。好，线性枪、火焰发射器。哦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我们最强的武器到手了，这个伤害真的超痛的，而且又可以把敌人击退。除了那个大肥肥以外，大肥肥根本就不会被击退，超夸张的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！哦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！等他们过来，等他们过来！啊，搞定！哇，还有声音哎！哦，超棒的，超棒的！这个轻音的小怪真的超有效率耶。啊，太美丽了！第十章应该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要迈入第十一。医疗平台哦，赞！医疗平台一听到就知道，一定很多补品。等一下，医疗平台就我搜索到的不是补品，是弹药。拜托，我现在血就剩那么一格。啊，吃了吃了，应该还可以撑一下。趴掉了，趴掉，血量已经剩下那一格。你把帮帮忙，等一下打箱子一定要出那个中型补血哦。至少来个中型补血，就里面那个箱子啊，它算随机出现的，拜托拜托，中型补血啊！怎么又是马尼？好，我就不信这样不行。
搞定。哦，果然是医疗平台啊，马上来送温暖给你。不过我最好不要大意，人家总说大意失荆州。有存档吗？有存档吗？有存档，我一定要先过去存一下档。来看一下读存点，拜托了，让我赶快到存档的地方。我可不希望再重来哦。哦，美丽。蓝色协议。这些都荧光棒。哦，我的天啊。哦。不平不平，果然是医疗平台。哦。真的玩这个超危险的。主要是因为我玩那个高难度啊。玩简单的话，这些怪物根本就不够看，甚至站着给他们打也完全没问题，站着给他们打完全没问题。嘟嘟嘟，哎，不是吧？锁住的。跟你说 ，flag 不要乱立。还有吗？嚯！哦，搞定！美丽新世界，拜托，快点给我存档点啊！死掉，我怕重来啊！哦，万岁万岁万岁！好，今天也差不多12:30，有点晚。好，那今天晚上的实况就到这边先告一段落。那谢谢大家收看我黄金城的实况，桌上有东西，明天再拿，明天晚上再拿。啊，总算有找到存档点，然后 YouTube 又比较流畅一点点啊。不过它跟我现在。在实况的现在时间有落差，就是它延迟比较高。OK， 我再慢慢调整。YouTube 的观众抱歉啊，都要当那个白老鼠来实验。啊，那先这样咯，晚安，明天晚上再见咯，拜拜。哦，还不错呢，就是他那个
有时候会呼一下。